而且我来看到的是要支持屏东上班。屏东县政府就改善慢慢来打开少数通路，屯青年五面来辅导，向下屯两饭店来合作，在前提屏东店来开卖。接下来我陆续替全国的两饭店上架，本民众有韩国多样的选择，因为上架的头一日，民众就排队抢不来买。屏东县长潘明安同两饭店业者共同揭开帷幕。对前月初八开始，屏东石板五做得替有名的两饭店卖到，上街的体验日提加油费，民众排队想抢爱买。这边比较便宜啊，对，因为我刚看的价位真，今天这边的真的是比较便宜。因为平常价位高了，现在有在评我们的农渔产，所以现在价格也蛮划算的。看他要求怎样，就帮他处理。屏东石板五提两饭店上架，除了加私油费以外，还有专人天数来处理。两饭店业者添出的油费给加私，向来民众排队上抢买，但是五名的心肝度实在起毛格杀。这个感觉就算是赔钱在卖，如果以从抓到通路上来到这边应该是都可以。是市场的行情其实还是会有点不同的区的变化，所以其实还是会以现场的为主，但是最主要的话现场都是提供最优惠的价格。那今天家乐福未来的360几家店也都会全部上架，那包括环球百货整个购物中心。屏东县长潘明安表示，中国餐厅输入350000，在北上海到屏东县面。屏东县政府对350的通路已经结合屏东防疫上的面交，还有团购也的物流内通。多年代以前也给危机签时做得解决，但是还要再提升人脸加工内通，面对将来的挑战。客家新闻潘神峰屏东报道。